同学，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毗卢遮那品第六，经文在第十一卷。上一次跟诸位介绍了本经的经题、来意以及宗旨，在这里面我们读到啊，里长者在《华严合论》里面的一段介绍，意思说得非常之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后面还有几句很重要的话不能不说说。他说一切名言入佛号，习戒清净，这句话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念佛法门啊，你看看念佛人，我们无论听什么人说话，无论听人家这个说什么话了，念佛人总是合掌阿弥陀佛，把所有一切言语都入这一句佛号，那个言语就是清净，也就是往生论上所讲的清净句啊。黄念祖老居士在讲演当中、著述当中啊，很喜欢引用这一句啊。这一句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少人能懂啊。啊，我们看李长者这句话了，恍然大悟啊。一切名，名是名字，言是言说啊，名字相、言说相，只要入佛名啊，入佛的名号啊，我们通常都是阿弥陀佛，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都变成了清净句。用清净句来养我们的清净心，如果名言与我们当下有密切的作用，这个名言落实到生活上，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啊，那一句阿弥陀佛呢，用清净心来用事的，这也重要啊！啊，永远不设真诚清净平等觉。我们是在菩萨道上，这叫真正学佛。这个地方我们得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听人家说话，说的是好话，
阿弥陀佛。说不好的话，阿弥陀佛。说称赞人的话，称赞事的话，阿弥陀佛。说回谤人、回谤事的话，也阿弥陀佛。通通归到阿弥陀佛。这修什么呢？佛法修行最高的原则是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打掉啊！啊，我们一般讲断掉啊。怎么个断法呢？归到阿弥陀佛了就断。善言善语变成清净语、清净句，恶言恶语也变成清净句。永远保持自己的心地清净平等觉啊！这叫慧修啊！我常常在讲习当中喜欢引用宗门大德。提示学人，你会吗？你想想那个会吗，这个意思很深很长啊。会，我会。我会什么呢？能够把一切名言转成清净句。果然会了，你就不是凡夫了，菩萨会呀。凡夫不会呀、啊！只有这一句清净句是真实的，其他的都不真实啊！《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堕落在虚妄里面，那你所搞的是六道轮回。三途六道，你搞这个，我们常讲转境界，这就是个转的方法啊，把它转成清净去了，这就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哎呀，你的真会修嘞。我常常勉励同学们，大乘佛法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修成心地纯净，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行为，行为是身口啊，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身与意做到纯净纯善，这个人成佛了。如果有少分啊，我们举例来讲，一百句话里头，九十九句都是善言，有一句是恶言。这一句恶言呢，把九十九句善言都破坏了。真的里头啊，容不得假了，一点点假的都把你全部都毁掉了。修行就在生活当中，就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不能不谨慎啊。
能不小心呢？决定不容许有丝毫的差错。学佛的标准，我们同学总要记住。标准是什么呢？你看看，一切经，你打开。这个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那就是标准了。标准是个善呢，这个善怎么讲法呢？是善。你能修行十善，你才有条件学佛。我就经常讲，佛说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你十善都没有，佛教善男子、善女人没有你的份呐，你不是啊。这个道理我们懂吗？我们能体会得到吗？所以中国古人常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于这种人，我们要敬而远之啊！什么是真正善人？什么是真正修行人呢？古德讲得好啊，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他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念念回光返照，看到外面的善善人、善行、善事，他马上回过头来想到我有没有如果没有要学啊。如果有很欢喜啊，要努力啊，要保持啊，要更进步啊。看到恶人、恶行，立刻回头想自己，外头不想，想自己我有没有？我要有恶行，我赶紧要改呀！要改过。如果我没有，没有要勉励自己，不可以有。所以，外面境界，善人是我的老师，恶人也是我的老师，他们视线跟我看让我在六根接触这个境界里面懂得断恶修善，懂得转迷为悟懂得转凡成圣，这种修行的方法就是华严经后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人家为什么一生圆满成就，道理就在此地，方法就在此地。我们有没有学会？这么多年来我在讲习里头常常劝勉同学我一生学佛五十年了，如果说今年2003年，那我在讲台上讲经教学45年了。
我有这么一点点成就，靠什么？就是学的善财。成就自己这一点点的德行啊，成就自己这一点小智慧啊，这个不是聪明啊。心地一年比一年清净啊，行为一年比一年善良，跟经教相应的，所以长生欢喜心呐。国报我自己很清楚啊。从什么地方清楚明了呢？从身体。我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健康，50-60岁的时候，我还需要用药物啊，这许多同学们都知道啊，来帮助啊，现在通通不要了。精神体力这个颜色诸位都能够看得出来啊，我没有求啊，自自然然的从内心转心地向那个纯净这个目标来转，行为向纯善这个目标来转，事出事法，没有贪欲了。顺境里面没有贪念，逆境里面没有嗔恚。我能跟这个有几分相应了。我得的这些好处，这些利益，我才敢劝勉同学啊，你们能够这样做，你们也能得到这个果报。我是26岁呀，遇到佛法的，一切入之后，真的是后悔呀！遇到佛法太晚了，这24岁、26岁才遇到，如果能在16岁遇到，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佛法里面讲，个人缘分不相同。那么遇到佛法最重要的老师啊，所以父母给我们的生命，佛经上常讲生命得自于父母啊，慧命得自于老师啊，这两个比较哪个重要呢？慧命比生命还重要。所以佛的恩大过父母之恩啊，佛是老师啊。
表佛的是善知识，佛不在世了啊，善知识是佛的学生，佛的传人啊。这个名词诸位要记住，传人从释迦牟尼佛一代一代传下来，传人真善知识啊！我这一生遇到两位啊，首先遇到是张家大师，他指导我三年啊，大师往生啊，往生之后我又遇到李炳南老居士，他是传人啊，净土宗的传人啊。遇到这个老师就建立了师生的关系，师徒如父子啊，对于老师尊重敬仰啊，老师的教诲百分之百的依从啊。一直到今天我不敢违背啊，你们同学有些跟我时间久比较接近的，我们的讲堂悬挂着老师的照片呢啊，我讲经的摄影棚也是悬挂老师的照片，每一天就跟老师在面前一样啊，没有离开老师一步啊。如果做儿女的背叛父母，这是忤逆不道啊！啊，学生背叛老师，啊，这叫背师叛道啊！在佛法里面呢，果报是阿鼻地狱。但是现在人呢，不怕阿鼻地狱，阿鼻地狱下不了他啊。不过古德说得好，到临终时地狱向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后悔莫及了。人如果不孝父母，如果背师叛道，你在这个社会上正人君子不会跟你交朋友啊？为什么呢？人家晓得你不是善人，你能够背叛父母，能够背叛老师，我跟你做朋友，你将来一定背叛我，你一定会出卖朋友啊！所以真正有智慧有德行聪明人对你敬而远之啊，不敢跟你交朋友啊！那谁跟你交朋友呢？你的同类都是被师叛道的，
都是不孝父母的。与你往来的不是道义，是利害。有利的时候是朋友，没有利的时候是敌人。你说多么可怕了。那我们要怎样修真正的清净心？你就要想到啊，《往生论》上讲的清净句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常常引用的啊。就在这一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他就引用了几十次之多。所以你看了他这个注解之后，这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啊。清净句怎么落实？落实到佛的名号啊。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念这句阿弥陀佛，清净心生不起来，还是生烦恼啊。生活里头生烦恼，工作里面生烦恼，跟人交往也生烦恼，你说可怜不可怜啊？人为什么不衰老？常生欢喜心。欢喜心从哪里生的？常生智慧。欢喜心从智慧里面生的，智慧从清净心里头生的，清净心从清净句里面生的。你学会了没有？啊，这个要是学到手了，你这一生呢，受用无穷啊！啊，记住，在握的人。回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不能说他一句不好。啊，我们总要想到，人都有好的地方。啊，所以说是，一百桩事情里头，他有一桩好事，我们赞叹他的一桩好事。九十九种不善的，一个字不提。为什么？养自己的德行，修自己的清净心，修自己的清净善，啊，纯净纯善，这个重要。接着长者又给我们说，如是佛名号遍一切世界名字啊，这一句重要啊，不是娑婆这一个世界啊，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啊，尽虚空遍法界啊，阿弥陀佛。这个经上讲的是毗卢遮那了啊，十名毗卢遮那是最初啊，最初这个名号根本的名号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啊，我们今天念佛啊，这个一句名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毗卢遮那，你说是一还是二呢？你们想想看，
啊，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啊，如果照名号啊，这个梵文直接翻译呢是无量觉。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啊，毗卢遮那是遍一切处，你们想想是一还是二？一桩事情啊，那个遍就是无量啊，啊，照就是光啊，啊，光明遍照啊，啊，这个照不中断呢，不中断就是寿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是化身佛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昨天我们念到的啊，他这个经上的意思啊，说这个文字是一切诸佛身，唯是一法身。啊，在佛门祖师大的著述里面，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跟这个经文意思完全相同。后面两句呢，那是一样的，一心一智慧，略无为也然。这个几句话是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毗卢遮那就是阿弥陀。阿弥陀就是毗卢遮那，极乐就是华藏，华藏就是极乐。啊，一而二，二而一。佛以种种教行之光，遍照一切。法眼照之，种种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啊。这八万四千从哪里来的呢？佛讲六道凡夫有八万四千种烦恼，啊，佛的教行没有别的，帮助你断烦恼啊！你烦恼有这么多，他的方法也有这么多，所以叫八万四千法门，啊，这是对娑婆六道众生说的。如果扩大到遍法界虚空界，那就不止八万四千了。啊，那应该怎么说呢？无量法门。啊，所以四弘誓愿里面就不用八万四千了。烦恼无尽，法门无量。这个种种教行就是
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些法门无疑不是究竟圆满真实智慧，所以叫光啊，遍照一切世界的众生啊。这个照就是教导啊，教化了，长者幕后这一句话说，法眼照之可见啊。这句话对我们讲的前面是佛光普照这个一句成语大家也很熟悉我们也常常看到匾额上这样写的佛光普照是什么意思？佛陀的教化普遍流行啊在释放，是这么个意思我们这个地方有几十位同学每一天在一起研究经教，讨论经教学习经教，把经教里面的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把经教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这叫学习学做菩萨，学做佛啊，佛菩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学习的标本啊。依照这个模式啊，来塑造自己啊。这叫真的学佛了。如果学佛的人不是认真努力在学习，只是在经教上做研究讨论，这个不叫学佛叫什么呢？叫佛学。佛学跟学佛不一样佛学这个里头没有行证，你得不到受用虽然你有信解，你没有行证把佛法当作一门学术来研究那就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经论没有改变你的思想行为。换一句话说，没有帮助你转恶为善。没有帮助你转迷为悟。没有帮助你转凡成圣你还是凡夫，你还是迷惑颠倒你还是造作恶业这样呢学习就叫做学这个佛学你搞的是佛学，你没有学佛吧，你不像佛，你不像菩萨了
这一点意思不能不懂啊，就是教行之光啊，啊，确确实实遍照一切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谁能看见呢？法眼就见到了啊，肉眼见不到，天眼也见不到，法眼见到啊。什么叫法眼？依教奉行，那个眼叫法眼。我们不说高深的了，说最浅最浅的十善业，你做到了没有？啊，不杀生这一条你做到没有？我做到了，我不杀生啊。不伤害众生你做到没有？不伤害众生是属于不杀生。你毁谤人，造谣生事，是不是叫那个人受到伤害？这是不是属于杀生里面的一分？所以不杀生细说决定不能让这个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是不杀生的精义。这个众生讨厌我，见到我他就生烦恼，我看到他来啊，赶紧躲在一边啊，离开他，这个人是菩萨啊。为什么呢？不令众生因我而生烦恼，回避。我们懂不懂这个意思？懂不懂这个道理啊？有没有这样做是不杀生这一条啊，你理解的是很瞎的意思啊，你不知道他这个意思非常广啊，非常深啊，深广无尽啊。啊，凡是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身体，伤害他精神，伤害他名誉啊，伤害他的利益，都归到杀生这里头。啊，所以这些戒条要细细地讲解。从前有专门学习这个学问的律师啊，专攻戒律的啊，给你解释，哪有那么简单呢？啊，不偷盗，你做到了没有？啊，条条意思都非常深广。这个偷盗，梵文里面叫不逾矩，这个屋有主，主人没有答应，你动了他的了，
这都叫偷盗啊。微细到基础啊，几个人持戒修善能到清净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实在讲，这一句只有化身菩萨才能做到，全教菩萨都非常困难啊。啊，每一条戒里头很明显的、很粗重的，大概可以能够持啊，但是微细的呢就做不到了，就很难了啊。这支笔是我的啊，主人是我，我放在这个桌子上，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把我这支笔拿到那个桌子上去了，都叫偷盗。为什么呢？我用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啊，你虽然是一个地方去，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你想想看，这个多微细。啊，这个经上讲，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这个就是夹杂在里头。啊，让你这条戒不清净。真难。啊，起心动念想得一点好处，想占一点便宜，这个心是盗心啊。障碍智慧啊。破坏别人的好事，破坏别人的善事啊，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往往的时候所有戒都犯啊，杀戒、盗戒啊、淫戒啊，淫戒在广义、狭义专门讲男女。啊，广义的呢，凡是过分都叫淫，淫是过分呐。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做得太过分了。啊，那么你再看口业。妄语，你有没有犯？两时挑拨啊，倭寇、绮语，通通犯了啊。再看意三业，贪、嗔、痴，所以业障事情啊，十恶业通通犯。只是每一条里头轻重不等尤其在现前这个社会内有烦恼啊，烦恼复心，外有诱惑啊，都是不善的诱惑，非常可怕天天守住经本，天天读诵经本，起心动念还在造恶，这什么原因呢？虽然天天在读经啊，经的意思不了解，或者是了解
了解的不够深度，不够透彻，这个就是佛法讲的愚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往往牵涉一大堆呀，不是很单纯的一条两条啊。一条两条那是主要的。像这个罪犯一样，主犯、从犯跟到一起犯罪的一大堆呀。你的心怎么能得清净？净宗法门实在讲无比的殊胜啊！设佛一切诸佛如来赞叹，谈何容易？我们在这个地方细心观察，它什么个道理啊？一切诸佛赞叹。就是这一切名言呢，归到名号啊，通通都是变成清净觉。换一句话说呢，这一句名号啊，就好像清水珠一样啊，所有一切的混浊到这个地方呢，都变成清水了。这个人念佛会念，这个人念佛功夫得力了，这个人将来肯定往生。李长者这几句话意思深广无尽，说不完的，说不尽的。我们利用这一点时间跟同学做一个提示，你要怎样能深入境界？深入是渐渐的深入，它的深度广度没有穷尽，深入什么方法呢？唯一的一个方法，依教奉行。你要不行，你永远不能进入。你学佛是在家，你学的是在门外呀，没有入门呐。那么你要学讲经，你不可能不把经讲错。经讲错，这个最重了。古人常说，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就是你误导众生，你把经义讲错了，误导众生。一句话了，这度五百世也无甚，这是百丈大师的故事。所以哪一个讲经的人不害怕了，战战兢兢啊？我们初学讲经就怕不因果啊，所以老师教我们一个方法，完全讲古人注解，绝不加自己一点意思。为什么呢？加了一点意思你就要负责任。如果我讲的全是古人注解，那错我没讲错，他注解他错了，责任他负啊！这是李老师早年教我们学讲经这一批学生用这个方法。古注看不懂的，听他的，完全讲他的，他负责任。
那个时候学经很苦啊，没有录音录像啊，完全靠笔记啊，把老师所讲的东西记录下来，我们上台复讲，决定不加自己一句话啊，讲的是不怎么好，但是不错啊，没有过失啊。啊，这老师常常勉励我们，初学一定要记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就是好手。啊，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自己意思呢？你真的有悟处了，真的其如了，行，你入佛境界了才可以。啊，那要老师给你做证明，啊，你可以了。啊，老师没有给你做证明还是不行，守老师的规矩，这个叫传人，这个叫学生。啊，如果老师没有许可，啊，没有给你做印证，你就加上自己意思，这就叫背思叛道。啊，这个你就自己在讲台上胡造谣言，因果你自己要负责。现在时间到了。